口罩实名制，买了口罩忘记领，不给口罩是正常，但是钱可以直接没入国库吗？真？当然不可以没入国库啊，因为你任何的品钱进到国库，你要有一定的项目、一定的品项，如果没有的话，这是没有办法，这就是违法的。我不晓得卫福部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，而且呢，这个465为什么进国库会让很多人觉得很生气？因为你当初把这个口罩实名制做得这么好，一个钮你可以告诉我们，可以提醒或做额外的一个处理，而不是说把这个人民的钱拿进来了，这就好像是3倍券一样，你告诉我我要先花1000块，我才有办法领出额外的钱。大家想说，你就先领了1000块的现金，你不入国库，这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方法。那至于用什么方法的话，那可以再讨论。对，我觉得这才是实名制。实名制，他这个一定要退还给人家，否则国家就违法。对，人家国税局多征的税都要20块，都要退20块。这跟完全是不一样。对。